德里晴空万里，阳光明媚。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皇家礼车，在身着礼服、骑着高头大马的西班牙皇家卫队骑兵护卫下，前往武器广场。马德里王宫外的道路和旅西华侨华人、留学生、中资企业员工挥舞中西两国国旗，热烈欢迎。费利佩六世国王和莱蒂西亚王后上前迎接，互致问候。费利佩六世向习近平介绍王室。随后，两国元首夫妇一同登上检阅台。在21响礼炮声中，军乐团奏中国、西班牙两国国歌。仪仗队长屈前请习近平检阅。习近平在费利佩六世国王陪同下，依次检阅步兵方队、骑兵方队和摩托车队。习近平同西方陪同人员握手。费利佩六世国王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。两国元首夫妇返回检阅台，观看分列室。